嗨，欢迎收看探秘未知世界，我是洋洋。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？为什么我们如果要画一颗星星的话，首先会画出一颗五角星，而不是四角星、六角星或者七角星呢？可能你会说，因为五角星是我们可以一笔画完的星星里面最顺手的。大家不妨试一下，好像的确是这样的。但真正的问题来了，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星星都是有角的呢？是星体的光线的强弱问题，还是其他问题呢？这个有趣的问题估计会难倒不少好奇的小伙伴吧。要揭开这个问题的谜底其实并不难，如果拉近观察的距离，可以发现星体的发光带确实是连接在一起的，发光的星体看起来会更接近圆形或椭圆。那为什么我们人类看到的星星确实带角的呢？如果我告诉你，不仅我们看到的星星是带角的，并且你的两个眼睛能看到的同一个星体也是不一样的。科学家通过研究发现，人类两个眼睛上的晶状体纤维其实都是不一样的。晶状体之间其实存在一些裂缝，被称之为缝合线。这些缝合线就是导致我们不能完全接受星体发出的光信息的原因。因此我们看到的小星星总是一闪一闪并且带角的。更有趣的是，因为世界上任意两个眼球上的晶状体都是不一样的，严格意义上来说，1000个人有2000个星星。而我们的大脑为什么最终会形成统一的一个对某颗星星的印象呢？是大脑对于两个眼球收集回来的信息的重合或者筛选，选择了我们更能接受的那个星星的形象。因此当我们说你画出一个星星来，如果某个小伙伴第一反应是画出四角星，甚至是八角星、十角星的话，他的大脑分析能力或许就跟常人有所区别了。不过这一切都还有待验证，不知道各位小伙伴对此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关注探秘未知世界，留言与我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